中和尚是个有名的画家，请你画出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这种境界的心吧。好啊。你在干什么呀？画好了，这个就是心呢。那么这个见性成佛的性是不是同样可以画出来呢？你先把性拿出来给我看看，我才能帮你画。自信是一切具足，没有欠缺的。每个人的自信要靠自己去发现，因为没有一条路可以从外面通向我们自己的自信。成佛成魔一念间。有一位绰号哭婆的老婆婆，她不但下雨的时候哭，晴天她也哭。老婆婆，你为什么在这里哭啊？因为我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是卖鞋的，小女儿卖雨伞的。天气好的日子，我就想到小女儿的雨伞一定卖不出去；下雨的日子，我就想到大女儿下雨一定不会有客人上门买鞋。其实你应该这样想，晴天呢就想到大女儿的生意会很好，下雨的时候小女儿的雨伞一定卖得很好。从此以后，整天哭的老婆婆不再哭了，无论晴天雨天都是笑口常开。即心即佛，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喜是忧，完全在于你站在哪一个角度去看那个事情。智人用心若镜。有一天晚上，大憨和尚一个人在方丈房里念书。你是要抢东西还是来要命的？我只是想要钱，你把钱拿出来，我就不会伤害你。那你把钱全部拿走吧。等一等，麻烦你出去的时候帮我把门关好，以免其他小偷无故的走进来。后来这个强盗跟别人说，我打家劫舍那么多年，从来没有一次好像这次令我胆战心惊的，真是吓坏了我。风来宿竹，风过而竹不留声，雁渡寒潭，雁去而潭不留影。事来了以本性对应，事去了心随空。Thank you.
静不变。有位将军，他经常在战役中奋勇杀敌。他年老的时候，因为感到世事变幻无常而遁入佛门。经常有人问他，将军，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？山和山境是千万不变，变的只是我的心。只缘用心苦尽，不将不迎，因而不藏，最应该做到做将军的时候做将军，做和尚的时候做和尚。哈哈哈哈为顺相争是为心病。慧春尼姑长得很漂亮，在一个禅会里面，有一个和尚偷偷爱上了她，还写了一封情书，要求私下的约会。第二天，禅师说法完毕，慧春站起来，对着给他写信的和尚说，如果你真的好像信里写的那么爱我，现在就过来拥抱我吧。内心如果夹杂着两种概念，就会因为矛盾而破坏了内心的统一和安详，所以应该做到当取即取，当舍即舍。死后何处去？以禅而言，此心即佛，这个说法对不对？如果我说是，你将以为你不会而会；如果我说不是，那我跟大家所熟知的事实就有所相违背。那么悟透的人死了以后会到什么地方呢？我不知道。怎么会不知道？因为我还没死啊。生时应以生的立场去享受生的美妙，无需要担心死后的世界。今日就以今日去过活，不要为明日忧愁，因为明日自有明日的忧愁。无间之剑，有一个剑侠，剑术非常高明，江湖中没有人能抵挡他的三尺清风。到他晚年的时候，已经达到神武不杀的境界，因此身边从来不带佩剑。师父跟我说过，他全身无处不是剑锋啊，我们来试试他好不好啊？杀呀！只见他一回身，把草席轻轻一捞。如果想要得到深刻的修行，心要如明镜止水，那么面对世事的突然变化，自然可以在胸襟中浮现应对的方法，物来顺应。很好。轻轻扇一扇，炉火又起焰。大慧果禅师在山林里面修行，有一位退役的将军有意跟随他出家当和尚。让我把自己的坏习惯除尽，然后再来追随师父吧。师父啊，
我已经除尽自己的心头杂念，特来参禅的。缘何起得早，期与他人眠？啊，何方秃僧竟敢在此胡言乱语？你现在出家还是太早，回去再多修几年吧。回去吧。啊！言语行是人内在思想表现于外的两面，但是一般人往往言过其行，甚至言而不行。魔游心生。有个和尚每次入定都遇到一只大蜘蛛来骚扰他。我每一次入定，那只大蜘蛛都会出现，无论我怎么赶它走，它都不走。师父，我怎么办呢？如果这样，那你下次入定的时候拿一支笔，如果那个蜘蛛再出来，你在它肚皮上画一个圆圈做记号，看看它是何方的神圣吧。和尚听了就照办。当他在蜘蛛的肚皮上画了圈以后，蜘蛛就走了，他也安然入定了。等他出定以后，他竟然发现那个圆圈就在自己的肚皮上。人生往往会遇到很多的困扰和烦恼，其中最大的困扰往往就是他自己。贫与富。有一个农夫在山中挖了一尊价值连城的金罗汉。哇，金罗汉！哎呦，最少要用100斤的黄金才能打造。这次我们一生也不愁吃喝了，发财了。他的家人和亲友都替他高兴，但是农夫依然闷闷不乐，整天愁眉苦脸地坐着思考。喂，你已经发财了，成了富翁了，怎么还忧愁啊？哎，很忧愁啊，因为我还不知道另外那17座罗汉现在在哪儿啊。贫穷和富有不在于金钱的多寡，而是在于他知不知足。不执着两边。有个有钱人，他虽然非常有钱，但是生性吝啬，从来不肯花一文钱。有一天，墨仙禅师去拜访他，假如我的拳头永远都是这样，你会怎么去形容呢？畸形喽。那假如我的手永远都是这样，始终不变，你又怎么样形容呢？一样也是畸形喽，不是啊？只要你多点去了解，你就是一个快乐的有钱人了。从此，这位有钱人就变得豁达了，不仅节俭，也懂得施舍和花钱。一切相对的好恶，有无利害、人我等等，都是分别心，才一起见就违背本心，就落在两边了。而禅正是中义不利的。不变应万变。有两座禅院比邻相居，各有一名小沙弥。其中一个每天到市场买菜的时候，总会碰到另外一个。你现在到哪儿去啊？我的脚到哪里去，我就到哪里去。啊！下次他仍然这样回答你呢，你就问他：如果没有脚，你又到哪儿去呢？这样问他一定答不上了。
去哪儿啊？风到哪里我就到哪里。这次舌战又输了，他不讲脚，他讲风了。那下次你就问他，假如没有风你又到哪里去呢？好啊。你现在到哪儿去啊？我现在要到市场去买菜呀。哎呀，又输了，他怎么这样回答啊？以变制变，将越逐越远，以不变应万变，变的伎俩有尽，不变的方法却无穷。有一天晚上，药山和尚登山而行。突然间风吹云散，看见了月亮，药山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笑声传到十公里以外都可以听见。哎，昨晚突然传来一阵阵的笑声，不知道哪里传来的呢？是，那阵笑声我也听见了。你们昨晚听到的笑声，就是我们的师父在山顶上大笑的声音。人在任何一个场合之中，只要忘我，就可以与静合而为一。药山的忘我大笑，就是与天地的合而为一一体了。哦，嘘，嘘，禅不可说。药山禅师很久没有讲座说法了。师父啊，所有的弟子好像都很希望听到师父你的教诲，你可不可以出去教教我们呢？好吧，你去大中叫大家到大殿听法吧。师父啊，你怎么连一句话没说就走了？讲经有讲经的法师，说戒有说戒的律师，我是禅师，而禅是不需要讲的，讲了也没有用，你们怎么能怪我呢？禅不属于过去、现在或者未来，这就是他的本性，他是不可以用言语来表达的。哦，云在天，水在平。文豪李敖来拜见药山，药山正在念经，没有回头看李敖。与他见面还不如闻名。李居士，哎，你只是相信你的耳朵，但是你就轻视你的眼睛了。很抱歉，是我失礼，请师父原谅。法师，你认为怎么样才能算是道呢？人在青天上，水在水瓶中。不需要去计较云将会变成水，或者水将会变成云。是云，就以云的立场在天空逍遥，
是水就以水的立场安逸自在。嗯啊嗯嗯嗯，好雪片片不落别处。唐居士探访药山和尚，告辞的时候，药山请禅客送他们。你们两个带我送客人出去吧。是。桃雪片片，每一片都落在应该落的地方，真好啊。那是说落在哪里呢？好像你这样明眼而如瞎，能言而如哑，这样的人竟敢称为禅客，你自己说有没有冤枉你啊？天下万物无论大小贵贱，皆有其容身之处，各有各的位置，恰到好处。若问为何本来如此，照招石桥。传说河北观音院有一座非常出名的赵州石桥，听说这里有座赵州石桥，但是我只是看见一座独木桥，石桥到底在哪儿呢？你只看到独木桥，就看不见赵州石桥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赵州石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渡驴渡马，渡一切迷茫众生。有形的独木桥只能渡人一时，无形的赵州石桥，它是以菩萨的慈悲心，默默地以身承受驴马的践踏，普渡众生。我喜伯。有一个人到了观音院出家，并且见到了方丈赵州。弟子第一次来这里，请师父教我怎么修行吧。好吧，那你今天吃了粥没有呢？我吃过了。是吗？那么你先过去把那些碗帮我洗一洗吧。哎呀，领悟修行跟日常行动都是属于同一件事情，要能够确认领悟到这种真实并加以维持，这才是修行，而不是因为修行才能够领悟，你知道了吗？还有很多碗呢。如何修行？我向您请教一下，修道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哈哈，就好像我这样了。大师，怎么原来您还需要修行的吗？修行无非就是穿衣服，吃饭。这些只是日常琐碎的事，究竟什么才是修行呢？哎呀，这些不是修行，那什么才是修行啊？修行就是指寒暄、洗脸、吃饭等细节，也需要诚心诚意，每日奉行，诚意地完成每一件事，而使之与真理产生共鸣啊。百树子成佛。
老师，我有件事要请教您，到底柏树子有没有佛性啊？当然有了。那要多久才能成佛呢？等天上掉下来就可以成佛了。那么天到底什么时候才掉下来啊？要等柏树成了佛之后就可以了。哎呦，佛性就是万物存在的本性，禅的真意就是通关全宇宙的存在和真理合一。这个真理亿万年前已经有了，亿万年以后也一样不会变的。多归于一。宇宙的万物道理是归于一，而这个一到底归到哪里呢？我在青川做了件布衫，一共有7斤那么重。哦，宇宙万物虽分身百翼，各异其态，但其实都是宇宙本身。一和多是相融的，如果多归于一，那么一也归于多。因此，宇宙中任何微小事物也会归于一啊。哦，如何是赵州？赵州年老的时候，一直定居在赵州城外的观音院。我想请教，什么是赵州啊？就是东门、南门、西门和北门呢。赵州的禅风就好像赵州城门一样，四通八达，从任何一方都可以进去。有黄金的话可以取走，要看随便你看个够啊。赵州问赵州，啊，你到底说什么呢？婆婆啊，我要去赵州，请问应该怎么走啊？你一直往前走，不是向西，也不是向东。半路上有个老婆婆，好像深得禅的三昧呀。等我去考考她。婆婆，我要去赵州，请问应该怎么走啊？你一直往前走，不是向西，也不是向东。她根本就不懂，赵州分明就在她的面前嘛。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是不能够适用于每一种状况的。生命的真理也就是移动，那移动也就是变了。没错，生命的真理就是不断的在改变嘛。庭前柏树子。哎呀，不是说庭前有一棵柏树的吗？请问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佛法的大意呢？就是庭前的柏树子啊。哎呀，请你不要用一些物件来做比喻了，好不好啊？我并没有指明物件呢，怎么你这么说呀？那什么才是佛法的大意呢？不就是庭前的柏树子吗？翠绿的山是清净的生命，
溪水声音就好像佛在说话一样，通过溪流声，柏树和全宇宙的生命产生共鸣，并合而为一。嘿，嘿，无法代替。哦，请问什么是禅学的大意呀？我也很想告诉你的，但是我现在要去小便，没时间跟你说呀。哦，你好好想想，这种小事都要我亲自去做才可以，请问你能不能带我去做呢？啊？不通生死大事，只有依靠自己，别人是代替不了的。抱着别人的观念，就好像鹦鹉学舌一样，虽然会说话，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哇哇哇哇哇！不吃一物。我抛弃了一切，两手皆空，心中坦荡荡地来到这里。那你就应该放下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我都说了，我连一物也没有了，到底我要放下什么呀？啊，既然是这样，你就该带着它。不持一物，就应该连这个不持一物的观念也要舍弃。既然那么重视不持一物，那就永远无法达至清澄的心境了。嗯。我喝茶。哦。哇。这个地方，请问你以前有没有来过的？我以前来过这里。那你进去先喝杯茶吧，随便吧。是。哎，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。哦，那你也进去喝杯茶，不用客气啊。好。来过也是去喝茶，没来过也是去喝茶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嘛？院主，你叫我有什么事啊？请你进去先喝杯茶吧。来过也好，没来过也好，赵州也是没有分别的，请他们喝茶。虽然一杯茶只是平常心的表现，但却是禅的关键所在。德山宣鉴，四川剑南人，俗姓周，从小出家就博阅律藏，精通金刚经，世人都称他为周金刚。后来他听说南方禅学卓越，就大为气愤不平，决心到南方挑战禅宗。见过南方小鬼，竟敢说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我一定要去捣毁他们的巢穴才行。于是他背着青龙书钞从四川走向湖南。半路上他遇到了一个卖饼的老婆婆。啊，老婆婆，那你卖两个烧饼给我充饥可以吗？
你背着的是什么书啊？啊，哦，哎，这本就是《青龙书钞》啊。里面讲解的是哪本经啊？是《金刚经》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能回答，我就免费供奉点心给你。好啊，好。《金刚经》里面说过，过去之心不可得，现在之心不可得，未来之心不可得。不知道你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？我答不上来了啊！对不起，点心不能供奉你了，你到别处来吧。德山只好饿着肚子去找龙潭。我早就想往龙潭，但是当我到了这里，潭不见了，龙也不见了。你已经到了龙潭了。德山默默无语，决心住下来，随侍在龙潭左右。夜已经深了，你还是回禅房睡觉去吧。哎呀，外面黑漆漆的。我给你一个火种。好啊。龙潭突然把烛光吹灭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德山大悟了。第二天，德山把青龙书钞在法堂上烧掉。穷诸玄变，若一毫至于太虚，皆是枢机；似一滴投于巨壑。当外在的光亮熄灭，内在的光就会射出它的光辉。当依赖的对象失去以后，自己的潜能才会发挥。阿弥陀佛。灵济宗的祖师灵济义玄，灵济是山东曹县人，俗姓邢，幼年便立志出家，虔诚求道。20岁左右，他到安徽投奔在黄渤门下，得道之后，在河北郑州的灵济禅院弘扬宗风。灵济常与吼引接学生。灵济用的吼和德山用的棒齐名，而有德山棒、灵济吼之称。也因为这样，灵济的学生只是模仿着怎么吼，却并不知道吼的作用和意思。你们只是懂得学我吼，现在就让我考考你们。假如有一个人由东堂出来，又有另一个人由西堂出来，两个人一起大吼一声，你们能不能分出来哪个是主，哪个是客呀？如果分不出来，那以后就不要学我吼了。其实吼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认清主客本是一体，哪个是主，就是你的真我了。头边断流。有一次，灵济和学生谈话。有时一吼就好像金刚芒宝剑，有时一吼就好像巨地狮子。有时一吼就好像探干萤草，有时一吼不做一吼用。你明不明白？我学生正在犹豫要回答时，灵济突然大喝。
但人我内外大小好坏迷雾生死有无等对立的观念全部打消，禅境和悟境才会出现。是你获得一个新的生命，而为寻求这个境界并不用思维，而是用自己的直观。嗨，何谓生？何谓死？哎呀，建元和师傅道悟，两人去桑家吊唁。哎呀，到底是生还是死呢？又不能够说是生，也不能够说是死。为什么不能说啊？不能说就是不能说。喂，如果你不说的话，我可要打人了。你要打就打吧，我仍然是不会说的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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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真是岂有此理啊！知道的事又不跟徒弟说，算什么师傅啊？那不说就算了。哎呀！后来道悟死了，建元去找他的师兄石霜。也向他问同一个问题，又不可以说是生，也不可以说是死。建元听了之后恍然大悟。有一天，他拿着锄头在法堂里面来回踱步。哎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这里找师父的灵骨呢。洪波浩荡，白浪滔天，这里又怎么会有师父的灵骨呢？我在尽力的找啊。生的时候，生命是他的一切；死的时候，对死人来说，死的现象才是他的一切。在生的时候，要忠于生的事实，那么对死就不会感到不安了。啊？嗯。无依无求。嘿呀呀哎嘿嗨。有一天，林济去拜访达摩的纪念塔。你来到这里，你是准备先拜佛呢，还是准备先拜祖呢？佛和祖，我也没准备拜呀。啊？佛和祖和你到底有什么冤仇啊？哼！林济立刻拂袖而去。人求佛是人师佛，若人求祖是人师祖。最珍贵的宝就在你身上，就是你自己，向外追求就会失去了它了。罚你是因为禅杖不可以拿来玩的。拒之一指禅。巨之刚出家没多久的时候，一个人住在草庵里自我修行。有一天，一位法号实际的女尼来到草庵那里，就在巨之的前面走了三个圈。如果你能说得出一句，我就摘下斗笠。在里面呢还有无比的禅机，但是到底这里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现在既然回答不了，那我就告辞了。
他到底让我说些什么呢？他的斗笠又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我连一个女尼都比不上，还有什么颜面在这里独自修行呢？于是巨之连夜收拾行李，决定天亮以后下山找答案去。贫僧天龙看你神色不定，你是不是遇到一些不平之事啊？巨之就一五一十地说出了他那天的奇遇。我空有男人的身形，但是就没有大丈夫的气概，我竟然连一个女尼的问题我都回答不了啊。你是不是想知道正确的答案呢？是啊，请大师指点。一切的真理就在这里了。是这只气象万千的手指上面。一时是十几女尼的笑颜。一时又幻化成百千众生的呐喊。一时是潺潺的习合，瞬间又会化作千只彩蝶。一时是高山峻岭，一时是悬崖峭壁，仿佛是寂寂不动的凶风，迎面是冷冷掩耳的清风。师父，我明白了，一即是一切，一切即是一。师父，师父他走了。一即是一切，一切即是一。从此以后，只要有人问巨之禅师佛法，他就竖起一指示众，就是这个喽。万书一本，一本万书，天下万物有万种差别，但是就来自一个本源，天地一指也，一指和万物并没有差别。师父，我的手指很疼。就是这个喽。每当巨之不在的时候，他就竖起一指带师父回答问题。就是这个啦。师父啊，有人前来参拜问法，我就带你竖起一指回答了。这是鹦鹉学舌，算什么禅呢？童子，到底什么是佛法？师徒二人各伸出一指，沙弥看到自己断指，刹那间顿然开悟。别人悟通体会的事理，永远不可能变为自己的，除非你能从中自己悟通，那就可以纳为己用了。你能否悟通，就看你自己的悟性了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萧炎上树。有一天，香严智贤对学僧这样说：有个人爬上了树，用口咬着树枝。这个时候，有人来问他：
却问佛法对经的大意是什么呢？如果他不回答，他就是没礼貌。但是如果他回答，他就从树上掉下来而丢了性命。那你们说，他应该怎样才可以从困境中脱身呢？我不问他在树上做什么，我要问他在没上树之前又怎么样呢？在无言语之前的真理，应该用无言语之前的生命去回答。目标相同，路不同。有个僧人问巴林和尚，祖师禅和如来禅是不是相同，又或者是不相同呢？饥寒上树。鸭寒入水。明白吗？寒冷的情况是一样的，但避寒的方法就各有不同，要达到同一个目的，那是大家的方法都不同。路不是只有一条，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走同样的一条路，拘泥于某种方式，可能会到达不同的目的地。对，Mm-hmm.